你妈叫你起床的正确方式。起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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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点的。我太难了。不气不气不气。你知道世界上最伟大的动物是什么吗？是牛，因为帮人都是还给赖活。不是，是公鸡。为什么公鸡活着的时候会叫人起床，死了做成鸡毛掸子还能叫人起床？